习题第八题，假设 A 是等于以10为底的 log 2。好，但以10为底其实我们都可以不用念了。好，所以 A 等于 log 2， B 呢是等于 log 3。试着用 AB 来表示下面两个对数。好，第一小题的部分呢，我们要的是 log 24。好，那24呢，我可以把它拆开变成什么？8324，对不对？8324。好，那这个呢，就利用对数的最基本的性质，所以 log AB 就可以拆开变成 log A 加 log B， 所以就变成 log 8加 log 3。好，那在这里呢， log 8我又可以写作什么呢？对，我们要想办法凑出跟题目有一样有关系的A 跟 B 的话呢，我们就是要凑出2跟3，所以8我就一定要想办法跟2凑上关系，所以这个8的地方呢，我就把它写成2的3次方。好，2的3次方。好，那接着呢，我再利用对数的性质，哪一个性质呢？ OK， 次方往前搬，所以这个次方的3呢，他把它往前搬了，所以就变成3倍的 log 2，那后面的 log 3不变，对不对？好，那题目的 log 2就是 A， 所以这个 log 2呢就是 A， 所以就是 3A， 那 log 3呢就是 B， 所以这个 log 3呢就是 B， 所以我们第一小题呢就是 3A 加 B， OK 吗？好，接着呢是第二小题，它要的是 log 8/27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我就试着把它清楚的写出来，那换颜色的话你可能就要耐心一点。好，好，那 log 8/27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用 log A 减 log B， 好，就是用除的那一条对数的公式，所以就是 log 27减掉 log 8。好，那 log 27的话呢，就是3的3次方，那 log 8的话呢是2的3次方。次方都往前搬，所以它是3倍的 log 3，这里呢是3倍的 log 2。好的，我们把题目的 log 3跟 log 2带进来，所以就是3个 B 减掉3个 A。